京日报 ID 北京 Daily 记者从事交通的获悉，为保障铁路客运枢纽旅客夜间交通接驳，在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基础上，经过慎重研判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再次优化4号线夜间运营设备设施检修及施工作业流程，压缩施工作业时间，完善客运组织方案。自2018年8月3日起，轨道交通4号线再次延长运营时间，每周五、日以及重大活动、节日返程、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，地停客流量大，轨道交通4号线上行列车由北京南扎开往安河桥北站，在原有延长运营时间30分钟基础上再延长25分钟，共计运营时间延长55分钟，自23点15分延长至次日0点10分。乘北京下班最晚地铁下行列车运营时间不变，延长运营期间4号线上行方向加开次列临客运行间隔10到15分钟，轨道交通一直通过延长运营时间、加开列车等方式，保障铁路客运枢纽旅客夜间交通接驳。自2016年10月14日起，每周五、日以及突发应急运输保障期间，轨道交通4号线由北京南站开往安河桥北站的上行列车运营时间延长30分钟。另外，在春运、十一一等节假日客流高峰期，途经北京站、北京西站、北京南站的2号线、9号线、4号线等线路，适当采取提早发车、头班车前加开列车以及末班车后加开列车的方式，为国铁旅客提供应急接续保障。据介绍，北京市轨道交通每日承载千万人次客流的出行，车辆等设备稳定可靠是保证运营安全的基础，而施工检修作业又是保证设备运行安全的根本。因轨道交通线路不是按照24小时运行的而设计、建设，车辆等设备等施工检修维护均在非运营时间进行，这对于次日全天的运营安全至关重要。施工内容包括运营设备巡检、线路检查维修以及更新改造项目的，如4号线每日停运或开展轨道、起号、供电等专业施工约50项，投入维护维修人员200余人，其中进入正线的施工约占全部施工的 70%。 为保障铁路客运枢纽旅客夜间交通接驳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深入挖潜，优化夜间运营设备设施检修及施工作业流程，最大限度压缩施工作业时间，实现运营时间延长。 The end. 免责声明，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，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